各位，知道2022年嘅唔係喎，呢個幾時做嘅呢個？呢個係2023年2月19日做嘅呢個圖片啦，呢度啊。咁啊，就俄羅斯咧係全世界受到制裁最多嘅國家。咁而家對佢制裁總共有14081項，哇！咁啊，淨係喺2022年嘅2月。之後咧，已經增加咗11,327個制裁。喺咁嘅大量嘅制裁情況之下咧，咁於是咧，西方認為咧，你俄羅斯死梗噶啦。咁呢度咧就係 CNN 美國嘅有線廣播電台嗰度嘅新聞就話咧，俄羅斯嘅經濟一定咧受到非常嚴重嘅打擊啊。咁而家仲有更加多嘅制裁嚟緊啊。咁呢个几时噶？呢个系2022年3月10日嘅。不过咧，大约一年之后啊，呢度就系2023年1月1日。咁呢一个咧就 Greed 啊，另外一个网站就话咧，估计咧俄罗斯嘅经济而家咧相信会比起德国同埋英国都会快啊 ，grow faster 喺2023年。英國我覺得佢而家已經係強弩之末噶啦，所以同英國比係冇乜可比性嘅，同德國比咧亦都冇乜可比性嘅嘛，因為德國而家啲能源好貴啦，相信咧佢不少嘅工業啊會撤離德國嘅，喺咁情況之下咧，德國經濟啊唔會好嘅，所以咧。將俄羅斯經濟同德國同埋英國比咧，我覺得冇乜比較可言。但無論如何啦，佢呢個網站又話咧，俄羅斯嘅經濟會比德國同埋英國好。咁啊，相對於一年前到嘅制裁行動嚟講咧，好明顯咧，俄羅斯係唔急啊！你有你話制裁好乜都好，總之咧就係、是。俄羅斯2023年總好過你喺歐洲歐盟國家，咁而竟然可以好得過德國嘅話咧，咁啊好過其他歐盟國家嘅機會咧係非常之大嘅。